来吃嘞，酒保来吃嘞。嗯，疙瘩不吃了，来，来，酒保，你看，酒保可懂事儿了。他刚才在吃着主食罐头，然后疙瘩过来，他就展开了，让疙瘩先吃，让疙瘩先吃，但是疙瘩没吃，疙瘩不吃，然后酒保才又回来吃了，可懂事儿了，哎，我去把蓝宝给弄过来啊。那疙瘩你不吃啊？给你端了2回了，你不吃。现在小蓝宝在吃，橘宝也吃了一些。疙瘩你为啥不吃了？你有心事了？蓝宝吃吧。有。你赔且的啊？你不吃，你就去玩去吗？你说你看着人家吃着香，你就跟着凑一起吃。吃了一口，觉得不合心思是不？不合你心意。蓝宝呢？蓝宝多吃点儿。冻干羊奶棒，这你还吃两口哈？蓝宝，接着吃你的，你去，你咋不吃呢？有点风吹草动，你就不能专心吃饭了？哎，菊宝你吃吗？能吃啊！你菊宝那天一口气干了3袋，3袋其实也没有几根，吃的慢。细嚼慢咽，菊宝就是有谦让性。刚才也是，你要有好吃的啥的，只要金疙瘩菊宝在吃，他就会先不吃，等着他们吃完了，然后他才进前吃。这就是菊宝伟大之处，特别伟大。菊宝下来吃嘞，菊宝在地下了，菊宝。吃吧，金疙瘩不能吃多少了，你能吃你就多吃点儿。小家伙在玩啥呢？小蓝宝，给你玩小袋袋。嘿嘿，不吃当玩具玩吧。看还有电没？有电。喝菊宝姐姐不是菊宝姐姐去了，这菊安玉还变性了，喝蓝宝姐姐玩啊！哎呦，都是一家猫你和谁吼呢？你瞅，蓝宝都不玩了，不理你了。这还有一个，还吃不？真挺爱吃这玩意儿。蓝宝，你要不把那个按钮一按就停了？你说你呀，谁也不和你抢啊！你看，蓝宝又黯然。他走了，太不像话了，是吧？你自己玩就有意思啊，哎，你说有伙伴一起陪着你玩，看着你玩不挺好吗？你自己在这一顿吼啊，威胁人家，把人都吓跑了。无人喝彩，你就独自玩耍吧。哼，那你玩你的吧。哎，
悠着点啊。